直播。但天霸好像不想打。他谁说他这掉头都转过来了？你都逼到脸上了，这必须要打的。谁？掉头就来，旺仔。哦 ，FTY 这波是姿势第一时间没摆好，就对方的这个出击时间确实是出乎。这要把主气都掏出来了。哎呀，他给他得手了，你敢信？哎呦，真是胆大心细脸皮厚啊！这个我凶，这颗雷结束了呀，都等不到堂弟弟跑过去了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 ？FTY 赌桥失败，这个镜头我好像不只看到过一次，但这次确确实实是天霸的 timing 抓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区内对抗啊，这是圈中心的位置。是的 ，GFY 的城头已经被 SMS 贴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 GFI 的一个选点，他选了城头，想走，哎，回头打一枪下一下，但是他已经思绪。Oh my god！ 莫心的路，你就这一思绪，对不对？死到临头了，死到临头了。你除非碰上刚才那个慈悲，不然的话你是必死的。是那个慈悲妹妹，这个加油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。KRG 想插队。想插队，是的，他想要去扎一波。那你这个路上的人不得都扫你？你不会跑到最后就剩一个厕所了吧？哎呀，打倒的和补人的都不是一个队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很乱的 V 来的基点 ，God V， 这波雷能不能起？好像走了，来不及了，我觉得这个雷来不及了。但他的目标好像是原点，其实要沾点，许生这个血量，没人干扰。这里贴脸了，终究啊，终究这个同一个方向就两个队伍，就俩，这都碰上了，真是太巧了。啊，这波天霸有点小崩，他摸了个七七，哦 ，Henry 摸了个七七，然后崔娇从背后补了个枪线，来了来了，妹妹，哎呀，一个正义的 LYB 树先生，没有想到我居然被阴了，大意了，因为正面有压力，所以说他要全力的支援队友，是的。妹妹有时候比较善良之枪，有的时候也没什么问题啊。他毕竟这个距离出手的话，确实林树也不太容易活下来。哦，这一波 4M 打得很凶，怎么赶到这？从山顶的木房子赶到三房这边来了？这 4M 是在追着 TMA 打？你追他跑，他插翅难逃。是的。他的全景地图看一看，就 4M 至少追击了得有个三四百米，下杀手。而且你削弱了敌方之后，就更想要他这个分数了。断子绝孙，这个断个后路差不多了。一击致命，啊、嗯，天美只能溜了。嗯，再看看。哎呀，扔的比较远。我的乖乖。准呢。再来个火，来波 BBQ。再来个把火瓶打爆反杀。你活在特效片里面是吗？那没办法，这我。我觉得七七只有这种方法能赢了，实在想不到他。对吗？哎，不过七七刚才有个伏笔，七七之前被击倒过、嗯，所以他大概身上有个地方肯定是，这头嘛甲嘛肯定啊 ，TMA 啊 ，H 啊，都是在这个要进圈的一个路上，啊，刚落地被击倒，还好房门开了。是呢，酝酿。重新酝酿也太过分了，不过这把的话确实这个厕所的位置会，就大家有个厕所都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确实。因为这个是个平原圈，啊，这把范的这个枪械拉得非常有想象力啊！小海出其不意，先打了上位啊，这是范想要逐一侵蚀的意思。韦神这波马路干拉稍微有点，哇，他打赢了！这波马路干拉这是大胆胆大心细脸皮厚，对方真是想不到。是的，我看鱼人是要拉回防区，就拉回掩体，烤鱼。烤鱼大概被无感枪给烤了，最后人头给了 B cup， 走小坦克啊，嗯，哦、哎、这个干拉没发现，哎这是掉线了感觉，哎你看他的，哦你看他的卡，对他的卡 他掉线了，啊真是悲剧啊，关键时刻怎能感冒、嗯、而且还在这种大平地，这个时候这是抢一个厕所你是爷，这个时候居然还有坑位，只有叉叉路没来得及进门，门倒是给他打开呀、啊！刚才，哎呀，被补掉了呀！这个，这真没办法了。
味儿有点重。我伟达影进不去，太冲了。你看这门口全是味儿啊！这个烟雾缭绕的，都确实要引发爆炸的。嗯，哎呦，这里 DT 被追着打，这个是加油站平台，是一个完全可以待的位置，很好的一个位置。DSS 直接把这个位置给抢下来。那从这个位置做起退点的话，其实我们看到非常不错的，往左往右打都可以。最关人，马上他就能看见了。DT 抽倒了 KRG， 背身背身 ，RBS 以 KRG 做掩护，来到他们背后的一个坡上。这个坡四面八方都得抽。这个地方好像很难受的，他只是稍微有数挡一挡，等会儿腾出手来。这个聚集的点，看到了一个，很准很快。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开花，李白倒地。哦，反打，反应不错了，补枪呢？补枪的人呢？二号位的，二号位的，大家被补了，可以。好像补枪，其实对手补枪也稍微马了一点点啊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波无为稳的要死。但是911刚才好像试图想要补。这波 GFY 的位置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具有战略性了，很好，这位置非常好。这剩下厕所的兄弟们都没办法，只能互相抱团取暖了。抢厕所，抢厕所，约一丝血，豪斯哥往门口扔了个火瓶。你要是扔外边油桶，你就有了，兄弟。你现在给对方腾出手来，我要捏个雷。哎呀，没人出去。他想捏一会儿。尴尬，这一分没拿到。你觉得这个地方好呆吗？这个地方好呆吗？真的好呆吗？你琢磨了。那这样一来的话，赢的是 RBS， 但也没有用，这个位置没有用啊。填几个包，其实这俩队都没拿什么分儿。尴尬，谁在这谁挨打，真的是。这盒子我估计都是千疮百孔的。确实，这盒子都给打成洞洞盒了。哎呀，全方位轰炸。这个直接塞脚下。哦，有了 MCG， 那这个厕所还不得全，他还得往大肠打，补点投掷物。突然变成了厕所攻坚战，现在。确实，每一个厕所都有一个队。巨幅。在边缘也跟 CDG 在打，看似 CDG 好像离蓝圈更近，比较被动，但是巨幅刚才怎么就直接被干拉嘛，掉人也是很正常的。是的，这波还不错，压得不错，传烟漂亮，打得很好，火力非常的凶猛啊。这边 CDG 进圈没办法，那从烟里面走出来，还有蓝圈在后面屁股赶着屁股，那位置太好猜了吧。我但是911的原点，911这边是间接帮忙，两边都在疯狂的互相抢分数。巨幅看似还是想要把 CDG 的分先拿下，他觉得自己的位置其实已经很拉了，已经。看一下小乌龟，这里抱起来 ，MCG 正在攻击大场，没有想到屁股后面来了一对 4AM 互换，马上来了，高德 V， 上面倒了，没有人来溜我了，我要干他。又是互换，正是一个换分的好机会。这对于 4M 来讲，有一个激烈人员交换，黄金弹幕 4M 今天打倒一个 4M， 搞得没被补了。这里管不了后面了，管不了后面了，不能管，剑将鞋上不得不发。另外一侧还有别人，不停的背身，感觉到、哎、听到了吧？这个小灰灰的这个反应，我是真的快。而且还的位置是锁了的，游戏允许的瞬移。喂，对方想换喷子。是的，哇，这是一个永远的机会，永远来了，闪到了，永远闪到了啊！但是第一时间没上，再闪，很细。他以为人在前面，他人在旁边。啊！血魔的一个雷，纳尼又来了一队，血魔爆直死，直接往里进，没想到里面还有人。DT他直进有机会，他进不去。他刚刚打倒一个，他爆直死。然后没有想到进去以后居然还有一个永远活下来了，他多拿了好多分，这里排名分有两分，然后淘汰分也还是蛮滋润的，场上唯一满编的。好，打扰了，他这个过点有点难受，对不起。不是，这补人又有烟有烟有烟，哇，补到了补到了，又给他偷到一分。但他应该感觉到烟里还有扶人的人吧。对啊，那已经锁了。
哇、哦，这个过点你是真敢过，你是真敢过，啊、你不知道我无针细、非常细吗？这个过点你不要是不要怀疑毛毛虫，毛毛虫完蛋啦！居然被一个一个打掉 ，GFY 的脸都笑歪了，这真的是的，人笑晕了。真的，他都不需要去对抗，而且 DD 刚刚明明是唯一满编，他怎么就到现在这个情况了呀？疯了，疯了，虽然我不一定活得到美化妆，但是就是我要有这个酒啊。Forever 这边换了 M 四，他觉得哎，这个过点啊！不要换枪嘛，你们不换枪不就没事吗？这个时候怎么还想到就会很危险啊？好的，恭喜 GFY 原住民成功吃鸡，虽然。